呢有点大鱼吧，全是罗非，全是罗非鱼啊，嗯，大鱼可能没那么，但是也是罗非鱼多，不是，它到上面那里钓，嗯，是吧？到上面那里钓应该有，他们在上面。上回我见好多那个菜，放好多那个，一般都是往下走的吧？鱼肯定是都走到下面去的。嗯，基本上走到上面了。嗯。不过没地方阴凉也不好钓啊。对，太热了。啊。这是一条河啊。那么快。我说这么快一下子，啊，嗯，蓝山的海绵宝宝获奖了，欢迎兄弟们啊！这会我收两干玉米，我来个现场直播，现场直播。在吃啊，吃那个鱼。哎呀，好家伙！走了，这是漂亮，这个是好东西了。哇！来了，兄弟们啊！大家伙，玉米，我操，大鱼！哇！好家伙！哇！哇塞！漂亮！来，大哥。哇塞！哇，玉米直接下去，哇，不错，哇，稍等，兄弟们啊，哇，哇塞，这个大哥，喂，舒服，漂亮。喜欢野钓的关注一下兄弟们啊！玉米送大鲤鱼。哇，都大家伙了！这不搞饭有点难操。操你啊！漂亮，稍等一下，舒服真的啊！哇！别急！啊，别急，稍等一下，搞翻了再说。大球了，好的好的，我操！大球了，放嘴了你，好的好的，漂亮，我的大宝贝，哇，舒服，他球进过来，这个还可以的，哈哈，还直播的今天，我的举过去呢，嘿嘿。嗯，稍等，兄弟们啊，正口，嗯，正口，可以，是进去啊，玉米杠杠的，啊，他那个鱼，哇，两斤，三斤，哎，三斤不止啊，舒服，哦，漂亮，我操，三斤不止，杠杠的。关注一下兄弟们啊，喜欢野外野钓的，每天野钓啊，漂亮。你拿好啊，等一下我跑。我搞了半天跑掉下来就打海。三斤都不止啊，三斤不止。
哇，搞点大事！哎呀，哇，舒服。嗯，啊，就刚才玉米钓的就这条，然后兄弟们那个这条鲤鱼呢就在这里钓的，玉米钓的，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一下啊。然后还是那句话，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，我待人如何那是我的修行。嗯，走吧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杠杠的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环境啊。啊，就在这样的大河下，嗯，啊，谢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。